我差不多得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我女朋友今天60大寿，她都不知道把车开出来了。这样你慢点开，咱们再绕两圈。 停停停停停！好扯啊！夏洛，啊！夏洛，问的可以啊！我刚才还纳闷呢，谁跟这儿转那么多圈？好久不见！哎！小舅子，小舅子，今天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心里偷偷藏着的那个人。他的名字叫秋雅，上学的时候他很出名，是全校公认的校花，而我更出名，是全校公认的校花。但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到最后都会嫁给一只猪？ 我要在他最重要的日子里灵光乍现，然后永远消失，成为他生命中永远触碰不到的男神。虽然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可我要穿的最帅气。但悲催的是，我他妈居然跟司仪撞衫了。这位同行，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？ 月华，能不能就着咱夏洛这身行头，即兴赋诗一首？不行，没事，来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姐，来来来来。那我试试啊，只身赴宴，鸡毛装，都是同学，装鸡毛。大佬，开玩笑，别放心上，纯粹就是为了押韵。 高，同学们别来无恙啊！老王，听说因为收礼被学校给开除了，他很有脸。你还记得我不？那年冬季长跑，我跑第一，第一。那年过年，我爸去给您送了一个索尼收音机。张扬，那老师不能忘。哎，王老师，我爸送的是电视机。袁华，还是这么一表人才的。老师，我送的是挂历。 那老师想不起来了，老师不记仇啊！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变化太大了。王老师，我是孟特，我现在叫孟特娇。来坐坐坐坐坐。来来来，你坐。其实对。